好，我是肉迷欢欢，星海争霸高清重置版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接着我们主城市人类最后一场战役。哎，没意外的话，这就真的是最后一场战役了。上一集一直说这是最后一场，结果事实不是。好，事实是之后章节才是。我们开始吧。I says, the answer to that stays very simple. All right, get the jet, please. Drop your socks and grab your throttle. Better platform there, by now. This one's all yours. 优能发射器像一座灯塔，讯号直达人类星区最远、最偏远的角落，吸引了以亿万计的虫族前往首都行星塔桑尼斯。联邦政府最坚实的防线也抵挡不了虫族大军。塔桑尼斯各大主城及工业中心随之沦陷、崩毁。我侦测到数十艘神族战舰正接近塔桑尼斯，他们似乎打算直接进攻虫族虫巢。如果让他们跟虫族开战，联邦的人马可能会趁乱逃走。指挥官，派凯利根中尉带领突击队抵挡神族，雷诺上尉跟杜克将军留在指挥舰上。你先是把整个星球的人都出卖给虫族，现在又要我们对付神族。还要叫凯利根独自出战，孤立无援。我完全信任凯利根有能力挡下神族。简直狗屁不通！凯利根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，我会出动的。阿克陀洛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不能在这节骨眼背弃他。真讽刺！我从来没想过你会为了别人的理想而牺牲。身为指挥官的我们以及凯利根要一起去抵挡神族，哦，这是重点。我们身为指挥官及凯利根要一起去抵挡虫族，并且保护虫族任何一个建筑不能被摧毁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吧。凯利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听好，我知道你过去的事。我是说，我听过谣言，我知道你参与了跟虫族有关的实验，知道蒙斯克救了你，但你不用为他做到这种程度。要说的话，我也救过你不知道多少次啊。吉姆，你不用当白马王子了，这角色有时候很适合你，但现在不行。我不需要别人拯救我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知道神族要来毁灭整个星球，不只是虫族而已。这件事我很确定，因为我就是确定。别忘了，我是个幽灵特务呢。阻止神族之后，我们再想办法对付虫族。阿克托鲁斯会改变主意的，我知道他一定会。希望你是对的，亲爱的。祝你狩猎顺利。谢谢长官，收到。希望你是对的，亲爱的。然后虫族就在咱们的屁股后面，对，他们就在这，有没有看到这边的虫胎了？对。
我看到你了。稍等，我也有同感。乐意之至。工程师。金矿。收到命令。我准备好。乐意之至。我看到你了。木文强。下令啊！部署建筑完成。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乐意之至，我看透你了。我在等你下令啊！工程师准备完成，收到命令。我看到你了，我准备好。正遭受攻击。凯利根中尉回报。我看到你了。稍等，我也有同感。长官的命令是。凯利根中尉回报。收到命令。我在等你下令啊。我看透你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是的，长官。收到命令。摇滚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是怎样？谁的长官？指挥官，冲冲冲！凯利根中尉回报，现在是怎样？我准备好了。任务完成了。了解。长官的命令是。大人听从。小强他不是厉害吗，小子？我准备好了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完成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金矿不足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好极了。你想怎样？啊！我在等你下令啊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想什么？是的，长官。任务完成，我收到了。收到命令，大人听从。收到，长官。现在是怎样？我看透你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收到，长官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收到命令。正遭受攻击。
我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我要这样干。原因两个，一个是其实我在这一集很录制之前，我有录过一集，那一次我失败，对，因为我不小心把那个什么虫族的一个防御的攻势用的基地，打爆了，对，对，没错，我不小心把它打爆了。然后他就判定我失败，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准备出击。对，所以蛮呕的，老实说。工程枪准备完成，亚诺的命令是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凯利根中尉回报。所以我对一格局稍微有一点点。工程枪准备完成，收到。对，我来报道了。对，稍微有一点算是概念嘛，可以这样讲吧。我收到了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工程枪准备完成。各位可以考虑把快转到我的时间应该是20-30分钟左右，没关系，因为这段期间我会先巩固防御，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建立那个什么，建立部队。对，那我将会用斩巡舰来进行工程，对，还就是用战巡舰，那12台一组，一组战巡舰也需要一段时间啊，对，没错，一组战巡舰是需要一些时间的。工程枪准备完成，任务完成，我收到了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了解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了解。收到，长官。上吧，杀光这些畜生。保持冷静，指挥官，别忘了我们的计划，别让虫族受到伤害。别忘了我们的目的。哦，我没有忘记，我只是他出来，对，如果他出来搞我的话，我就只好，对，目标对打，就只好防卫一下。任务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是的，长官，马上就去，长官，收到命令。
长官，请下令。当然可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长官的命令是。准备出动。我来报道了。我来报道了。是的，长官。完成。遵命，长官。我收到了。我来报道了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了解。是的，长官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我来报道了。任务完成。是的，长官。准备出动。目的地在哪？出发。当然可以。遵命，长官。任务完成。我来报道。了解。长官，请下令。我来报道了。了解。收到命令。升级完成。了解。准备出动。收到命令。是的，长官。当然可以。长官，请下令。感觉四个可以耶，试试看。嗯，四个。虽然有点浪费，不过还
为了这个高能瓦斯没办法，因为战群舰太吃高能瓦斯了。任务完成，长官的命令是任务完成。我收到了，收到，我收到了。任务完成，我来报道了。你在想什么？看我的！长官的命令是：任务完成，建筑完成。我来报道了。基地已那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可以来这边打，来打完他可以拿这些资源。对，部署建筑完成，报道。金矿物质。目标在哪？目标在哪？目的地在哪？总部正在前往目的地。
安全第一。总部正在前往目的地。完成。就像我前面讲的，各位可以快转，在我时间落在25到30之间，对，因为接下来才开，我正才开始把战曲键造出来，对。哦，这边有一点金矿，不过有点少哎。对，蛮少的。我收到了，收到，了解，收到命令。我在等你下令啊。升级完成，升级完成。我收到了，收到。战群舰出动。金矿部族。升级完成。长官，请下令。战群舰出动。金矿部族。开启通讯频道，一船逃生。好了，这个是那个二代的才有。看起来神族的防御并没有到很夸张，对，就这两个点而已。对，啊，虫族就是这边，对，虫族这里不管他，对。这里都是散兵而已。都是零散的兵而已。OK OK。
金矿入驻，研发完成。我来报道了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本来还以为他们会有攻击，对某比较，对，就是稍微有一点攻击，可是到现在神族基本上就都不鸟我们啊，对，而且他也没有说跑去打虫族，对 ，no， 对他并没有。战群舰出动。所以我也是觉得这个，这个有点让我匪夷所思啊，对，有点让我。也不是，是匪夷所思吗？是不是有点傻眼啊？因为到现在，神族基本上就是不屌这边的虫族啊，他完全不过来打，他反而是虫族进攻频率比较多，对。对啊，害我有点，对啊，然后这里就是我看到的兵种就是矿战士加龙骑士，没了，没有下一个。对，我还在想说会不会有敌人，对神族会不会来个什么航空母舰啊，来个对来搞我，结果啥都没有，到现在啥都没有。四台了，开启通讯频道，好样子，各位可以快转，好不好？快转到应该是二五到三十，没意外应该是三十才对。对，你看，虫族又来了。升级完成。对，虫族又要进攻了，飞塔。金矿部分。战群舰出动。哦，才刚讲完。有了，有一小波的那个。你要我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目标在哪？目的地在哪？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靠！连雷兽都来了。长官，请下令。比较好，我这边放凯迪根。哦，等于局超高。有啦，有运输机啦。
只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让我有点倍感失望，你知道吗？还想说他会不会派很多的兵来偷袭虫族，结果对啊，连那个什么，对，兵种就是龙骑士加狂战士而已，没有其他的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其他的兵种。收到命令。转巡舰出动，讯号接收中。一半了，一半了，还有一半。对，还有一半。对啊，算了。目的地在哪？我收到了，了解。升级完成。转巡舰出动，虽然是这样讲，不过这边还是补一下飞弹炮台好了。对，我收到了，长官的命令是，收到命令。对，以防万一。升级完成。惊爆物品。转巡舰出动，讯号接收中，在四台。这边两台出来后还两台，他们真的是，你们这样子，贪哦。转巡舰出动。好啦，其实也没差啦，对，至少我还算蛮轻松的啦，对，啊，只是有一点小失望而已。对，各位。这边就重组了，他们一个建筑都不能打哦，连这个都不行打哦，嗯，打爆一个就任务失败。哦哦哦哦哦！目标在哪？等一下，我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而已，你不要这么残忍，把他打爆，对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跟各位讲，就是上一次啊，上一集应该说上一集，我就是因为 B
边讲边录，然后没注意，我就把这边探索，然后就是这个被我的工程坦克直接 A 掉，对，他直接被我的工程坦克 A 掉，对，我超傻眼，对，然后就任务失败，对，他就告诉我任务失败哦。他直接判定我任务失败。讯号接收中。再一台。OK， 这边战群舰全部出完就一组了，12台战群舰应该够打了，不够打再说。战群舰出动。对，哦，不守舰了，不看了。相亲完成。金炮部，我收到了。等下先打右上角这边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哦，刚刚什么东西？哦，伺候，哦，终于看到你稍微有一点出兵了，你是不是也等得不耐烦了？战群舰出动，这是最后一台了。升级也最后了，刚好。升级完成。来吧，出动。战群舰出动，开启通讯频道。就这么办。设定航道。走吧。对。开启通讯频道。正遭受攻击。你好，指挥官。设定航道，就这么办。讯号接收中，接近目标。就这么办。接近目标。就这么办。设定航道。就这么办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慢慢来。就这么办。接近目标。就这么办。设定航道。慢慢来。设定航道。慢慢来。设定航道。哦，神族，先把这个打爆，他们就什么都不能传送了。嗯，能量塔。接近目标，就这么办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哦，又是雷兽。慢慢来。接近目标。嗯，好，再来没什么东西，我稍微回来边整理一下。我这边慢慢打就好了。对，虽然说还有
我还有继续盖上行舰，不过不过就是边等吧，对啊，哦，不急不急，我收到了。你好，指挥官，慢慢来。升级完成。分铁随时停到，出去不用，慢慢来，就这么办。开启通讯频道，就这么办。就算枯竭了，还有两点的那个能量，嘿。任务完成，讯号接收中，所有主流回报。你干嘛？还想偷干？慢慢来，接近目标。我收到了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所有主流回报，就这么办。转群舰出动。请说，总部正在前往目的地。所有主员回报，讯号接收中，设定航道，升级完，慢慢来，开启通讯频道，慢慢来，接近目标。你好，指挥官，我正在听。长官的命令是。你好，指挥官，就这么办。接近目标，所有组员回报。慢慢来。讯号接收中，开启通讯频道。讯号接收中，接近目标，所有主流回报。啊，先打爆这个，它就会停止运作，立马停止，说停止就停止。慢慢来。慢慢来。你好，指挥官，就这么办。接近目标，讯号接收中，以防万一。转群舰出动，开启通讯频道。对，让他们来这边卡着位，对，卡着位，免得他那边给我派一组那个跑去那边，对，偷偷的重改。就怎么办？设定航道。慢慢来，然后你看，被我俩包了哈。设定航道，慢慢来。讯号接收中，慢慢来。设定航道，慢慢来。
你好，指挥官。开启通讯频道。设定航道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哦。确保接收中。我是凯利根，我们已经压制住了神遭受攻击，还有一波虫族正在逼近这里，我们需要立即撤离。撤销那个命令，我们要离开了。你该不会要丢下他们吧？听从我的命令，所有船舰准备离开塔桑尼斯。正遭受攻击。伙伴们，是要撤退吗？该死，阿克托罗斯，你不要这样做。已经决定了。基地落成，通告舰队，然后带我们离开轨道。快！指挥官，吉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家被拆空了，可是对，我不知道我这些战军舰如果回来守着有没有办法守住呢？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集对就到这边了，我们就看最后的动画吧。对，应该有动画吧。舰队已与新盖兹堡的地面部队失去联系。罗斯特将好，看来还有一集，对，大事定。不过这是下一集的事情，对，这是下一集的事情，对。那今天这一集，就到这边啦，就谢谢大家观看。那如果有想看的影片，就帮我在下方留言。好，我结束一款游戏后，有可能会去玩。那喜欢我影片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下一集见，啵啵。